今天又带大家逛东北早市了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来到了大连最近很火的桃园早市。一个礼拜就来一回，就礼拜四来。周六上金山大集，周天上金州狗市，周四在这桃园找事，周五上旅顺，哪都走。今天是星期四，那个网红打糕大哥据说只有周四会出现，我们来逮一下他，然后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这个是一个创业项目，看今天好多大学生在卖啥玩意儿都有，海带、海菜，海菜就是过一阵他们就包那个海菜包子，这是他那边老鼻子海带了，这么高，拍过一个很有特点。这哥我也老刷到他，这市场大哥们都挺会玩互联网的。这山楂糕咋这么黑？蓝莓糕，山楂糕啊，蓝莓糕。这是啥呀？海鸭蛋。哇，咋这么多吗？小鸡儿，长得像烤鹌鹑，来背单儿不？还有胡鸡儿，这真是品类非常的繁杂。哦，好像找到了，就是这个吧，哈哈，刚刚好哎。这个吃完老有福气了，最牛逼的80后就是吃大糕吃的。来，你捶两下，小伙儿来，捶两下，让你媳妇给你录下来，你回忆一下子。我来两下啊。慢点，等会儿，我也发朋友圈，没人拍你这样。看看啊，今天来个幼儿园老师啊，幼儿园老师给我捶啊。不是，咱俩啥时候变幼儿园老师了？使点劲儿啊，一个月搂那老些钱。对吧，吹完你能买彩票就快整一点啊。整一个糖糖，老板，花生、小豆、芝麻、五仁都行。怎么卖的？15一斤，一个2-3块钱。来俩那个。给你加点，小豆来两个。再来俩这个。再来俩五仁的，14，给你两个这个。今天没起来，9点半还有这么多人。2元店，我小时候最爱逛这个小花衬衫。哎呦，这一瞅就得劲儿。多这种卖衣服的摊儿啊，是小桶，不错。这啥呀？过脑壳的，卖的小零食，盆盆罐罐，这咋卖？那个6块。香瓜咋卖？香瓜5块，那个6块。樱桃咋卖？25、28、34。来点这个。来多少？半斤就行。15元。我尝甜品。哎，真的，他家这怎么长得这么快？后期他家的那还没长出来呢。嗯，甜的。不错哎，那下边好像还有，瞅眼去。那是啥呀？哦，炒花生瓜子儿啥的是吧？哇塞，我妈最爱买这种瓜子儿了。发现一个菜市场，真的好大呀，这市场。毛蚬子10块钱一斤，八勺25一斤，13、2斤是吗？好便宜啊。还有鱼，小龙虾。加着我们。20。哈哈，好可爱啊。他这小龙虾还给处理。小黄花鱼，这鱼好大呀，大鱼，这海鲜好多呀。这一圈都海鲜。哇，这是那个小米煎饼。哦，你看见了吗？那有一个袋儿，然后往那上吃，然后就自己摊，一会儿他就过来了。哎，蔬菜的海洋，减肥套餐。走，哇塞，像煤气罐似的。哇，那个好大呀，这么大，中间呢，10块钱起一个，粽子也10块钱起一个。啊，来份生煎。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你闻到的可能是丸子味儿。这还有鸡呢。哎。嗨，你看他身上也没有那个绳儿啊，他咋就不跑，就在这待着，还不怕人？那我们走吧。进锅吗？这个是卖火勺的，好像很火的样子，这么多人排队，你看那边排到那边了，有队必排，就是说。啥呀？到我的时候一个甜的都没有了，买俩椒盐儿。他们一买就买一大兜，10好几个，难怪我买不着。又买了豆腐脑和豆浆，坐下来一起吃吃吧。为啥买那么多呀？现做的不错呀，味儿挺好，挺鲜嫩，还有点梗啾。这个也不错，现做的很软和。真的很爆汁儿。老板说比饺子好吃100倍。吃饱回家，感觉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，主要是气氛很不错，小树啊小风一吹，然后大家熙熙攘攘忙忙叨叨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。